七九黑路公路客运，本车由宜兰县苏澳镇开往圆山转运站，经台九线宜兰县罗东镇罗东交流道国道五号国道三号南港交流道南港转运站国道一号台北交流道。 罗东转运站至圆山转运站，祝您旅途愉快，一路平安。
南港展览馆站南港路到了 MRT 南港 Exhibition Center 这边南港展览馆站南港路MRT 圆山 Station 玉门。